现在在鹿港老街遇到这个阿伯，很厉害，是呀，很热心。阿伯，阿伯，你叫安尼，你合作啥物？我若阿拜朋友来，我要叫因互你载。哟，讲爱找食哈。啊，我后天有姓吴。吴。哎，姓吴，五号车。五号车。哎呀，姓吴哈。好。可以的哈。所以是吴先生的五。五号车，对对对，哦，就好记耶，好记啊，嘿，呵，这什么？哎呀，这个茶叶蛋呐、啊，阿公茶叶蛋，这营养在贵吼。那老板皮啊，伊都唔贵些。哦。阿伯，哎、欸，他做老家遐个店吼，是不是拢个迄落诶营养在贵哈？都不是，啊，无奈，他拄仔拢无开哈。因为嘛，通常是较少人客，所以较少人排队。哦。明仔拜六就非常多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对对啊。刚刚好三点半。对啊，对啊，刚好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太棒了！觉得来每一个人说说感想，现在在录影的，来 Crystal， 你觉得如何？哇，真的非常难的。谢谢燕婷的介绍啊，好开心啊，来到这里啊，我们都遇到好人耶，对呀、啊，东西有好便宜。我们现在，哎，阿伯，阿伯说，阿伯先生，阿伯说要把我们再去卖掉了啦。要卖的举手，没有人举手就代表不要。他没有郭台铭做配合啦，来。阿伯，想到鹿港有台中银行啊。有啊。我这个问题就，底下各位，位多位。哦，好好好，帮我继续拍啊。好，燕婷现在去寄明信片。我要寄明信片，从阿里山的明信片要从鹿港。要到鹿港了。好，差不多够位啊！够位啊！位到位。到了。对。